着两个，两个去送回去。那边有一个，那边弄着了。今天螃蟹涨潮了，螃蟹多啊！哎呀，让它搂好了。好了吧？让你爬回来，没事，活的，让你爬回了。哎呦我去！我这个爬的真好用啊！游！哎，跑了，跑你脚底下去了，美女，跑你脚底下去了。跑了绿靴子脚底下去了，往后退，你往后退。爸爸过来，跑了。这个地方，往上这个位置，你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就在你脚底下这个位置啊。刚才跑了好几个。等会儿看。啊。看到没有？哎呦我去，爬哪去了？再爬。看到没有？哎呦我去，找着感觉了，小伙伴。找感觉了啊！哎，好像不是，好像不那个，刚才还大点，我看感觉。再往你左边爬吧。哎，对，这一趟。爸爸，我身上一个蝎子。啊，小朋友，我看看来。小朋友捡了个螃蟹，你可以啊！啊，你爸爸费时巴力都没爬着，你捡着了。爬的。一爬子一个，师傅低调，一定要低调。啊。抬爬的，我这多少都会有。哟，看到了。一个。哎呀，水深。这里的老婆孩子来，被钳得嗷嗷的。我爬子跑了。又跑到这边来了，又哎，对，这一块应该有哈。小伙伴，他钳都钳你了，你还松什么手了？真的，他妈白钳你了。不是，他钳子断了。啊。太累了，让我爱坏了。是不是刚才跑的那只？哎呀。给爱坏了，我去，美女你太残忍了，我去，啊，让他先摁扁扁了，我去，小朋友你妈妈太狠了，啊，你妈妈有点狠，哎呀我去，来，哎呀看，哎呀，我来吧，我也怕疼，这是真疼啊，哎呀。你还速度快吧！啊，我去，小朋友，你妈妈可以呀、啊，马上就要爆桶了，我去，有个三四十差不多了吧？啊，哎，我去，哎，对，刚才弄了那么大一个黑的，啊，你妈妈可以，就刚才弄了一个大的黑的，啊，你朝那下边，小朋友给我炫耀一下，我去，大的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哎呀。哎呀，是吧？最后找着感觉了，不，又有海螺又有螃蟹的。他家海螺今天是独一份儿哈。哎，小朋友开心吗？开心好哈，开心多弄点儿。我拿出来。哎呀，我去，都拿不了了。你看人家弄的，了一桶了。哎呀，可以啊，是吧？找着感觉了，一只又一只呀。哎。这不能赔了，对，有窍门的哈、啊。哎，那个是不是弄了一只，牵上手了是吧？没有，戴手套。啊，还行。小朋友别牵着手哈、啊。哎呀，牵弄了个影儿啊！我怎么看好几个？三个。这是不是最后找着感觉了？我去。哎，你看小姑娘胆儿很大了，哎，啊，小姑娘开心吗？开心就好哈，多抓点儿，费也是有的意思，小伙伴哈，哎呦也是有的意思，哎呀，你看了没？一看家庭地位就看出来了是吧？啊，有。哎，又干哈？厉害！哎呀，我根本停不下来。满桶了呢。低调不了哈，他家是真低调不了呀。满桶。来，我看看来。这个大。啊，这个大哈。来，小朋友来。
我再看一眼，你看又比刚才又多了很多了哈。嗯。哎。你看，用脚踩，用耙子搂，我去。没有，是电的。用脚确实能踩出来了。用脚也能踩出来了。刚才有一个就。对，把水倒倒。摇人，你妈妈呢？来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别上水里去，你上水里别跑了。我扔桶里，我的意思是别上水里去。好嘞，放下吧。哎，哇！哎呀，你这个大钳子都插进去了。这个纸它，哎呀，我真不少呀！哎，放到桶里还是半桶的？啊，嗯，看看他们弄多少？他们也是弄了一小桶。啊。他们也弄，我看你这是吧，来，哎，他们的桶小，但是也是弄了半桶哈，哎，开心走哈，玩的开心是最主要的。哎呀，看看还有这个师傅家的，看着不多，反正二三十只、三四十只是有哈。